得分的要领哈，练习得分的要领。好来哦，现在哦，我现在不喊口令，我喊一个口令以后就连续做三次，哦，来回来回一共做三次。OK。好来，好，哎。你的手中段怎么会打下面呢？好，就先停着哦，三次了就停着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练习哦，右手边连续两个动作哦，然后左手边两个动作，听口令哦，一次来回就好了哦。哎。哎，对哦，练习看动作做出来哦，然后做完就休息，就停着，好、哦，等我的口令哦，不要在那边玩，不要在那边玩，好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阿邦跟坤章哦，你们两个哦不要停，哦他攻击完以后你马上攻击，哦。他、啊、要有敌情观念，对方攻击的时候就要闪，哦，好来继续来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昆昌你攻完掉以后，人家攻击来，你还要闪，哦，来不及闪用交叉后退。